一把我不知道大难临头了。我他说你手要抓哦，不然他应该会的，会哦。你要抓好他的手。我现在打五合一了。好，五合一比较不痛。小皮包，咕叽咕叽咕叽。哎呦，这么勇敢！那一秒都不要揉哦，贴住就好了。你怎么那么勇敢？换另外一边。被蚊子咬到了。哎，对对，皮很厚哦，犀牛皮。会哭，皮宝撑住，男人的面子就是看这时候了。犀牛皮的认证就是这一只，犀牛皮的认证，你就是正牌的犀牛皮。因为我们平常咬它，咬到齿痕它都不会痛，对啊，它都连该都不该先。遇过打的针不哭的，真的、哦？那你会哭吗？这真的蛮痛的。哎呦，吓了一下。哎呀，这个也一秒都不能揉。对，都比较柔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棒好棒哦！哎、欸，还好呢，好了，你好棒哦。这个地方会有点红肿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好棒好棒哦！好，那这就可以了哈。干一下而已，连眼泪都没掉。你是不是没有痛觉神经？你只是被。